实在够马气。我们现在在亲近这里啊，一家又大又漂亮，重点是非常特别的山庄哦。哎，可是亲近农场有200多家的民宿，这里到底会有什么特别的呢？哎，我跟你讲，在国外啊，雪水都是拿来喝的，在这里雪水是拿来洗澡的耶。哇，也太奢侈了吧！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真的超特别的。我们赶快请他们经理熊哥出来帮我们做介绍。欢迎我们的熊哥，熊哥。可以帮我们做介绍一下。我们这边哦是亲近农场的那个山庄，那屋地大概1甲多，那里面的设施有房间，然后吧台，还有那个餐厅，设备好齐全哦。那可不可以马上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房型？可以啊。好，那我们去看。观众朋友啊，这家花园山庄已经经营10多年了，景观视野真的是一级棒的呢。整座山庄融入山景，俨然就是一幅高水准的画作。而且这里地理位置极佳，离青青草原只需要5分钟的步程，去看羊妹妹真的非常方便啊。哇，这里看起来好舒适哦，好温馨哦。真的，熊哥，赶快帮我们做个介绍一下。这是我们山庄的经典四人房，那这一间可以住4个人以上。4个人以上，所以可以再加床。通常来这边客人的话，那如果说是4大2小的话，这间房间都睡得下了。哇，那像你们这里的话，3间房间有没有其他的房型啊？有，我们还有观日出的小木屋3人房。观日出也太棒了吧！那赶快带我们去看一下。Okay, 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我们前进。啊。哇，好棒哦，这里。对啊，而且这里感觉好像在欧洲哦。真的。那熊哥帮我们介绍一下。我们这边的话哦，是观日出的木屋3人房。那这边的建材跟刚刚我们看到那个4人房的建材是一样的。我们外观是由国外进口的柚木、实心木头，那里面是华旗木，因为消防法规的关系，我们每年都要做保养，都要刷那个防火漆，所以在这边除了悠闲。主要是也是安全，而且这床看起来就好舒服哦！哇，哎，这床好棒哦！你坐看看。我这床是那个独立桶的。哎，这床真的很舒服哎！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坐在这里可以直接看到对面的山景，而且应该可以在这边就看到日出吧？对，没错。从这边的话，如果说早上起来不需要出门，就从窗户可以看到对面起来山日出。哇，好棒！你想想看，你面对这么美的 view， 然后在这边伸懒腰，哇塞，这种度假也太幸福了吧！那我们有另外一项设施 SPA 馆的话，它里面的泉水是引用台湾的湾山的山泉水下来，然后强制加热的。就是刚刚讲的，用河湾山的雪水来洗澡，哎，没错。那我们赶快过去看呐、啊！ Okay, 对啊，我们马上走。耶、yeah ！哇！哎，熊哥，我们现在是来到罗马浴场吗？这里也太特别了吧！对啊，而且这边的空间设计，哇，看起来好华丽，好气派哦。对啊，那请问一下，我在这边看到，就是现在是没有开放，是不是？因为没有人。对，因为我们开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早上9点半，那晚上的时段是6点到10点。为什么没有全天开放？对啊，因为我们为了维持我们的那个水池的标准，所以1天换2次水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后面看？因为我看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设备，有烤箱、蒸汽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好，我看到这里有烤箱跟蒸汽室。哎，重点是这蒸汽室很酷哎，薰衣草蒸汽室哎。因为这里面用我们延期种植的香草植物，所以薰衣草跟迷迭香下来蒸。蒸它本身的香气出来哦，所以它不是像香精那样很一般的那种。没有。可是我现在还发现你们这里还有2个圆圆的小池哎。那是天然冷泉，那我们中间的是有加温过的热泉，没有特别加温就下来的那个天然的温度。外面还有一池也是热的，那露天池它主要早上的话可以看日出，那晚上可以观星赏夜。哇，看星星耶，好浪漫哦！对啊，而且在露天的，你白天你还可以看到前面的那种整片的山。目前据我所知，应该是唯一前台只有我们这一家是在城堡里面泡汤的。哎，那如果泡完 SPA 肚子饿了该怎么办啊？肚子饿的话，我们山庄里面有香草牛奶火锅。香草牛奶火锅，我们一定要赶快去看啊！赶快，集体带我们去！走！
介绍一下刚刚你说的牛奶锅。这是我们香草牛奶锅，那主要 的特点是它里面香草是用我们延吉种植的薰衣草下去做料理。对啊，哎，那你赶快吃看看啊。它的奶汁都进去那肉里面了，而且它的肉非常的入味。哇，哎，那我也要赶快来喝看看汤头。好。哇，哎，这一锅用料真的很丰富哎。哇，好棒哦！因为一般呢、有的牛奶锅其实你可能喝久了会腻，因为那个奶味的关系，因为它加了一点薰衣草的香气，所以其实你会觉得这个牛奶的味道又更清爽了。我刚刚发现这边还有茶，这个是？这是我们里面种植的迷迭香，花草茶。哇，真的好香哦！我觉得这边啊真的太棒了，你不只可以泡泡 SPA， 然后做一些像香草的蒸汽浴，然后而且你可以在这么美的有 view 的这个地方，然后喝这个香草牛奶锅，还有这些香草茶，而且都是天然有机的香草植物，真的很舒服。赶快来这边享受一下，而且可以来找我们的长发型男熊哥。今天谢谢我们熊哥，谢谢。